莱米，加了再来米之后硬柜哈，它才硬的会定型。那因为我们是100%的纯糯米，所以硬柜是给各位一个体验，3分钟之后会弹回原形哈。来，3分钟之后会弹回原形哈，这个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选的是纯糯米。那各位为什么绿色的艾草要包咸的？来跟各位讲一下宜兰味的特色。啊，包好之后你放在袋子中间就好，里面的中间哦。那艾草汁是树叶加这个洗过之后直接带梗，然后把它打碎，所以艾草汁呢，它会有一点点的苦味，哈，有一点点的苦味。那因为艾草汁是很凉的嘛，对身体比较好，好，所以艾草呢，它的那个苦味，我们就希望它，用一点点的醋来中和。所以各位哈，因为它那个艾草的桂皮有加一点点的醋哈，所以呢，各位可能吃起来会跟咸的比较搭，红的比较搭。好，那红的是红曲，红曲本身也有味道，所以会跟甜的比较搭哈。那这个是我们选这两个颜色的原因。那当然，这个艾草做的，这个艾草汁做的，它的绿色没有很翠绿哈，会有一点暗沉啊。那是艾草汁的原本颜色氧化之后，自然就会带一点暗沉啊。如果它是很鲜绿的绿色的话，我们就有加别的那个食用色素了。所以这个呢，要请各位体谅一下，我们那个艾草桂鱼本身它的颜色没有很绿的原因在这里。要放进来。来，各位贵宾哈，我们把那个柜拉开来之后，柜皮拉开哈，每个人都有一块绿的，一块红的，要装在袋子里面。要把你那个绿的跟红的先压扁它，像包袱一样，放在袋子中间就好了。中间就好。一样放在这里面哦，这里面你没有空间可以推出去。然后就可以先装袋，对，那你从中间把它压下去，因为怕你直接硬的话比较容易粘在袋子上，对，装袋之后硬要放中间，会粘脸啊。要磨的，好酷哦！对啊，要放中间。对，这个要按它捏开，昨天那个做完就撕掉了，是啊，是做完就撕掉，然后磨，看不要硬啊，做完就撕掉。哦，好像哦，来给你。真的。哦，好像哦。哎，你这样可以推大块一点，你可以的。推它大块一点。这个不能放在这里面，对，要放中间，它因为它会往外挤呀。另一个给你看哈，好。这个是不是放在中间，对不对？啊，再等哈，空气给它出来。好，中间把它压下去，旁边推出去啊，用手指头夹，旁边把它推出去。对。旁边慢慢推哈，会比较大块一点，不然你小块的话，它很容易又收回去。哦，它这个是糯米做的哈，很 Q。啊，你硬好了之后再用大力把它压下去。玩个游戏哈，没有，先跟各位提醒一下哈，如果今天晚上哈有在饭店要约朋友打麻将的哈，还是要在宜兰要买乐透的哈，你可以不要硬乌龟哈，还有其他的选择。那个柜膜上面正反面都有图案，确定你想要在宜兰买一买那个乐透的话，你们就不要硬乌龟了。来看这里，来，来，一、二、三 ，OK， 好。我还是傻龟，那你不是弄完了吗？我还是要做完，还没做完，还要吃饭。好，各位一定要去隔壁这座庙呢，是全宜
兰神像第二老了。它里面三太子的神像是清朝嘉庆三年就来了。好，那清朝嘉庆三年，各位看这座庙怎么看也不像百年庙，对不对？这座庙是翻盖过的，它大概今年才三十几岁哈。那原本百年前的那个保安宫在哪里啊？各位等一下从我这里走出去，会发觉外面有一棵榕树，榕树底下有一个长得很像那个香炉的水缸啊，两边还刻有龙头，石头做的，就在榕树底下。